嗨，大家早安，我是梦丽哦，欢迎来到我的视频，我是让您健康又美丽的梦丽。今天呢，梦丽要跟大家介绍我每天都要喝的就是我们陈燕的佩仁还有清一行它要怎么喝那我今天大致上跟大家做一下介绍。那这一包的话是我们陈燕的佩仁，那我喝的是佩仁D另外一包的话是我们陈燕的清一行。那我们要怎么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准备大概就是这样子最多不要超过100啦我喝的时候都换了开水比较少一点，这样子口感比较好。那你就是不要热开水冷开水就好了。然后这样子佩仁的话它是粉状的，那里面有二十几种的蔬菜水果我们就打开之后把它倒进去杯子里面然后这一包的话是清一行这一包含有非常丰富的谷类纤维，它一包只有74大卡那对于我们这些想要控制体重的人就是帮助很大那我每天大概就是准备这样子，然后摇一摇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会再加一包千禧营养饮料来补充我每天的体力。这样子的话其实很简单，然后每天的话你就这样摇一摇，然后直接就是不要放太久，因为这个是高植物营养素高抗氧化剂所以说我们泡好了立即就可以来享用了。味道真的很好，而且你喝了之后会有饱足感不会让你想要再吃去买早餐来吃。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因为现在上班的人真的是太累太辛苦了啦所以说我们泡这样子一杯既简单然后又有营养然后又可以把体重控制下来减少我们三高的问题那今天梦丽很高兴呢，就是说在家里跟大家分享我每天早上都要喝的陈燕佩仁还有清一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盒是清一行那旁边这一盒的话是佩仁D是现糖的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爱用我们陈燕的每一个商品啦每一项商品都很棒。那我今天呢刚好在家里有空泡一杯来喝那我等一下还是要出去工作所以说这样子的营养就够了，那你今天的体力就会很好那今天梦丽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拜拜，记得订阅关注，谢谢。